然上面是配水池，啊，你这里是加压站。苏巧慧真正把大家的心声放在心内，一行一行在做，把大家的期望一项一项做起来。透过我的观察，把平常大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被看到，让大家有机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所以今天是跨出承诺的第一步，让这件事情往前走，真正来处理这个法案。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要很努力很努力去每一个地方去观察，去看看问题在哪里。远远的东西，你们觉得那是什么？从捷运到自来水，从学校到绿地，小慧动作，温美好温卡气的所在更卡好，让自己的地方更好。这款头路的没什么啦，你若用心付出，我们得到的想要的就是大家一起而乐啦。要加油。小慧、苏立伟，大家共同打拼。大公，您这几年的山脚是在改变，告诉我们三家终于是改变了，终于翻转了。咱的洪明章啊，我来甲拜托，咱人无地久的，人伊就是咱来来处理啊。咱的中泰社区是咱小慧委员的功劳，这点哦，我很深刻的感动。我要感谢小慧对我们地方开始做一些规划，让我们未来迎接从树林急速发展的十年，光荣的十年。知影咱民众需要什么物件？主动进驻，有用心，也有努力要去做很多的事情。确实，伊也做认真做拍拼，大家拢看得到。伊所讲的拢是做得到，每项都我都实现。我相信这个建树呢，都不是凭空而来，靠他努力啊来争取才能完成。为咱建树这么好哩，大家拍下拍下。咱无分党派。有啥咧做事，有啥咧争取的大家目睭有咧看。因为啊，做这个执行力吼是非常的积极啦，团队吼非常的合这个合作。就他真的是很积极、很努力，有把这件事情呢、当做事情。苏巧慧做代志，真正以后甲咱争取真多。选举本来就要选对人，三年就做偌济代志啊，这十一年较济吼。巧慧吼，伫地方服务吼，伊所有建设有目共睹。你看，三年就做偌济啊。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支持苏巧慧啊！哦，阿豪最想过来原因，都是咱这里桃园来我们来泡的啊，就是苏大姐来了吼，就是跟咱都要大家爱见的那些人，好不？咱赢多二十日，其实伊拢斗相共足多。伊这是对有真相，有对地方有咧注意。苏巧慧这摆选立委，我立定全力甲支持。咱的第一名的立委吼，咱保证鼓励一下吼。我相信你拿出做立委，对咱乡民帮忙是一点接多。因为巧慧是一个有做代志的人，像你阿李坚做代志的人，咱一定爱给老李的讲话。继续，过来给咱做代志，相信你不用大家失望。这四年内底吼，非常的拍拼，非常的认真。这后四年吼，望大家兄弟姊妹甲牵绳之教。啊，咱俩好朋友吼，你也倒救一下。巧慧搁再继续来进国会，来替咱服务，替咱争取更发侪福利。啊，咱在座的乡亲啊，啊，大家啊，拢回去啊。
啊，甲斗鼓队好无？好，有人心无？有打拼无？爱支持无？来啦！咱大家一定要拼，总统一定要赢，咱立委一定要过半，安尼好无？今仔一个战后立委员，咱是不是爱甲支持？我们继续留在岗位，好无？好。啊，咱好，蔡英文、苏巧慧继续连连碰碰。选一个立法委员，就要选一个认真专业，会当替咱乡亲时代讲话，替咱在地争取建设。伊做一人比人做三人的更厉害，替咱顾健康、争取好水，像这么好的委员，无甲支持是要支持啥物人？对囡仔的照顾，因同甲乡亲每一间下拢早会做。我们支持会做事的苏巧慧，咱支持苏卡慧，嘉禾都一齐来助力。完万来达成，我在这里要来背书保证，苏巧慧可以说是完胜另外一位对手。我那的苏巧慧今天算计来的，可以有几个国外官团高票动山拿来，好不好？我是以一个行政院长，最知道113个立法委员谁做得好，我可以做见证。我又是一个爸爸，知道苏巧慧是多么努力在做。是多么认真在为地方，国会有表现，地方有成绩。我觉得这样的表现，我会当叹一句，恁的儿子讲，苏巧慧就是台地啦，对不对？让我们继续拼四年，好不好？台湾要赢，树林先赢。台湾要赢，树林先赢。谢谢大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英歌亮起来，让英歌风华再现，好不好？乔伟，乔伟，乔伟，动身，动身，动身！动身，苏乔伟，动身，动身，真的接地气，是我们苏乔伟立委，这就是苏乔伟，有能力，会做事，这一席对英歌很关键，英歌的建设不能断。国会要过半，巧慧要当选，挺英哥的建设，请大家挺巧慧好不好？好，会做事的好市长，挺会做事的好立委，咱台湾这边土地，咱需要咱的赖清德。这场的选举何等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咱下一代的未来，咱绝对爱家顾好条，全心全力支持苏巧慧，让伊高票当选。赢得赢得大选，台湾要赢，好不好？中大卫，动身！蔡英文，动身！蔡英文，动身！蔡英文，动身！用打拼的苏巧慧，冲冲冲！早起早早就起来，安尼做代志，一日做到中暗。咱是不是和这个打拼、骨力、搁亲切？咱的苏巧慧，做连任，大家够好阿好啊！我拜托大家，蔡英文一票，苏巧慧一票，民进党一票，安尼好唔好？来，再加加油来去，咱的票都要加油去买小品，苏巧慧，当选，苏巧慧，20年的里长，拢总伫这，无分党派，无分族亲少年，拢总站伫这个台顶，因为我们是一个。是的团队只为英歌好，对不对？让苏巧慧继续留国会，好不好？
选，地方有成绩，这才是一个好的立法委员，对不对？国会有表现，地方有成绩，苏巧慧由国会总统蔡英文，你不以苏巧慧进东票大火拼进东话不？巧慧巧慧巧慧，动算动算动算！好佳哉，咱新增的乡亲，四年前回甘识英雄，找会到人，搁看会到人，苏巧慧唔来无，大家闹开，搁替大家争取遐多建设，爱予伊高票连任。爱予伊超高票中选，安尼对不对？乔慧，乔慧，乔慧，中选，中选，中选！乔慧专业，乔慧认真，咱新增，大家人拢支持，专业优秀的立委安尼话无？新增人大团结，来看者，做件后盾，予伊高票中选，好无？好。乔慧，乔慧，乔慧，西森地区的四间学校家长会都站出来，对高雄家里注标的机会，要让他留在国会。苏巧慧，动赞！苏巧慧，动赞！苏巧慧，动赞！我对新庄的感情特别无同款，因为我家己就是伫新庄大汉的，所以我逐摆拢讲我是新庄的祖囝。我们是一个不分党派，只为新庄好、会做事的团队，对不对？对。我们会一起努力，让新庄更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一起好不好？台湾要赢，新庄大赢，当家大赢，谢谢大家，谢谢。世界上没有一百分的政府。但我们非常努力在做。中国非洲猪瘟边啊十一国中得，台湾要有猪肉通吃，就是政府给你顾好好。现在中国又发生不明肺炎，政府严格把关，就是为了你的健康。有政府会做事，拼经济，亚洲四小龙第一，为你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坚持国家主权，力抗中国威胁。虽然面对那么大的压力，民进党还是坚持进步价值，通过婚姻平权。我第一次当行政院长时，国会没有过半，改革只剩一半，做事非常困难。这一次拜托你一定要全力支持民进党，我们一定会做出更好的成绩。发行的闪亮侨绘棒即将开放加购喽！想要获得侨友专属的加油小物吗？只有在挺侨绘选前之夜晚会限量发行哦！快进来，一定要来，一起挺侨绘，留国会！怎么样会更好、更接地气、更服民意、更扫民怨、更增加效能？规划要有远见，做决策要有魄力，执行要有效率。当工程完成，你带着家人来走这条路，你是第一波走过，这才是感谢。有人大大抱怨说这一支影片害他看了30次。可见有一点效果，希望人民能知道政府在为你做什么。好多事情要做，然后我做的事情太少了。我由衷的期待大家包容的接受不同，友善的对待彼此。同婚专法在立法院单独通过。他们的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英雄。2000公尺，我都不退了，我绝不退了。为了造福台湾的人，绝不投降。
能扛多少斤粮就自己怎么办，自主管理，下山自尽。在这个美丽的世界，快
到百年，这嘛是上好的时机啊！会晓做代志啊，唔惊甲人比啊！啊，台湾几落百年，这嘛是上好的时机。有政府来甲咱来做代志，咱是幸福快乐的老百姓。啊，全民有福利，啊，国家有福气。台湾出头天啊，天公伯啊保庇，唔免啊，唬人来低落头，嘛唔免啊，唬人来落条条。靠咱家己来拼透透，全世界看咱第一高。啊，拼经济，咱一袂活龙。全世界咱生理啊，愈做愈旺啊，台商啊回流啊，外商啊投资，又搁强又搁勇又搁强啊，中小企业甲停到到啊，再生的能源来起功效啊，前瞻的基础啊，计划高啊，电啊地啊水啊，拢招招招，啊会晓做代志啊，唔惊甲人比啊，啊台湾几落百年，即嘛是上好的时机啊。会晓做代志啊，唔惊甲人比啊！啊，台湾几落百年，即嘛是上好的时机。诶，有志吼，念伊就来到这，咱的生活会大变化，咸水咸甲会笑嗨嗨呀、啊！长照托婴啊，大家拢嘛爱，啊，无厝的青年也免烦恼啊，社会住宅呀、啊，一直在做啊。铁佗啊，补助；补贴路啊，补助；坐啊，起码家己来斗普渡啊。薪水若伤低，来加淡薄啊。啊，生活的品质啊，渐渐提高啊。老车、老汽车，若要淘汰呀、啊，政府啊，协助来斗排解呀、啊。非洲的低温啊，足恐怖啊。好佳哉，政府足严格，甲咱顾啊。农民啊，渔民啊，打头灯啊，制度来改善啊，互咱较轻松啊。有咧拼经济无？有咧顾主权无？有咧发展文化无？有咧保护弱势无？继续冲落去啊嘛！继续拼落去啊嘛！手牵手，心连心，台湾国家继续向前行好吗？文化的发展啊，秀秀叫各族群语言传统啊，拢爱保守。互运动选手啊安心啊比赛，人才资源场地设施绝对无凊彩。啊男男女女啊男女啊女男啊结婚拢相共，法律来帮忙啊转型正义，各方自主科技小全球，代志做遐多，他讲都讲袂完。会晓做代志啊，唔惊甲人比啊。台湾几落百年，即嘛是上好的时机啊！会晓做代志啊，唔惊甲人比啊！啊，台湾几落百年，即嘛是上好的时机。继续冲，继续拼，国家继续向前行。乔惠立委就任之后，就一直为了这个中泰社区的问题一直去争取，一直想办法去解决，到目前今天终于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历经这么久，所以真的是很谢谢那个乔惠立委。我曾经三期都付24000多，以前平均起来一期都大概10000出，你看我们缴了几年，我现在缴13年，我缴了半年多，前任里长就是刚开始没有了解的时候，我会认为说应该都是属于水公司要去负责，后来查到这一块地是云林公所的，可能就是建商把这个抵税还是怎么样不清楚，小里长他也有找侨委委员一直去协调，侨委委员已经协商好了，这个就是可以无限共用给水公司作为公共建设的区块，他就负责去接收。再来设备其实是属建商方面盖，那虽然建商我们也找不到，所以他就是以中泰社区的这个区块来对应。来常常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把地移回来到新北市政府，就是打通了第一关。那第二关就是说，那我们现在这个设备要怎么样去做，就是要让大家签捐赠同意书啊。捐给我们的时候，医药院长还跟我们这块地，你别再把它修理，
我讲大家拢无准。哦，所以这样个这关了我，我只好做手艺了，以后我转换来处理。就感谢讲咱副社会处的啊，中央甲地方吼，爱来配合。哦，啊无这件代志吼，干那议员底下补吼，也补袂出来。就差这一关，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听到我盖棺这么一点，比那个乐透还更高兴呢。市小慧会做事，赞。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办小编 Jenny， 在我旁边的这位呢，他就是树林小鲜肉。大家好，我是玉琪。这是我们地方妈妈们最爱的小鲜肉，你看那个胸肌哦，有结实哦。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每个月的十五日。十五日，所以又是十五日。那今天特别就是侨会委员为大家争取，可以申请到我们的战备粮仓参观。那借由进来可以认识我们的稻米，认识我们食物。记得我吗？不记得。不记得。来，这是今天的课本，慢慢来哦。这个叫挑米汤，这个嘞黑芽米，都是这个米，然后你就是把它铺成整个的饼，然后最后变成我们吃的白米。他把米脱衣服就变成这样子了，懂不懂？这个就是冬天的时候他穿很多衣服，然后到了夏天他变成这样子。我们这粮仓呢，可以跟我们小朋友还有我们李明做互动，让大家来认识我们的粮仓。一包是1000公斤哦，三十个米，所以一包米有33个米那么重，有没有很厉害？那大姐，我们先带一包回去了。来，做饭团前要先消毒哦。先用这个白米做个基底，这是我们的鲔鱼米，再加入我们的肉松，最后把它包起来，完美。我决定要把这个送给我们委员，是我的爱心。Check it out。No。大姐，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哇！这是你包的吗？哇！这个，再把它粘上去，然后捏成圆圆的。粮仓的地方，老实说，我在这里生活了大概13、14年，我还不知道有粮仓这个地方，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是感谢侨会立委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进到粮仓里面，看到这么庞大的米，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树林人很值得骄傲。好不好吃？好吃。吃了几盘？5盘。哇，5盘哦！小贝，小朋友出笼，加油！最输的就是亲一下，我还要亲一下。Hello，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乔办游戏王小泉。啊，为什么我是乔办游戏王呢？因为上次划龙舟比赛啊，我的快速的手指赢了一个礼拜的早餐。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法律服务交给我。法律服务交给我。这次呢，因为了激发我们玩这个游戏，所以说我们这次决定要来读午餐。旁边就是喜爱登台。好，喜爱登台坐。Okay. 等一下啦。你要先拿起来。好贵哦。先等一下。好，开始。
就是按下去就接电话了。那个纸会叠得越来越高，对，到时候会遮住小会员的脸。不管小半游戏王哎、欸，一三七啊，126，126，最输的、啊、最输的就是亲一下，然后加那个。对，然后我们说，不是，怎么还有亲一下？你玩完那个画面的时候啊，他也会顺便介绍小魏委员，非常认真，上任才短短不到四年时间，就已经服务案件超过3700多件，然后法律服务案件超过2300多件，而且一直也在持续当中。最后再宣传一次，我们6月30号巧学校亲子运动会，那边有更多更多好玩的大型游戏互动，没错，欢迎阿公九阿妈，老定九阿妈。阿爸就阿妈玩游戏啊，就是，只要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玩就对了。对，那我们官网都会有介绍，我们很多这次你来做的事，都是官网盖住哈，谢谢大家，再见，拜拜。非常有名，变色龙有不同的适应能力。我叫叶佩文，接触幼教是因为我婆婆经营的幼儿园，然后我就接下来做。一开始的时候就使用绘本来导入我们的教学，就是希望可以借由不同的绘本，可以给孩子不同的刺激，不是只有文字，它还有图像，所以可以带给孩子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园所就是有举办一个国际阅读日，那刚好有机会，就是委员要过来这边讲故事给我们的孩子听。不可以先讲哦，嘴巴都要闭闭哦。你们觉得那是什么？对，就没想到小慧委员是让我是蛮惊讶的啦，因为他真的算是很会讲故事。我是吴正宏，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以童书发行为主，要让小朋友从小养成阅读习惯，所谓的阅读扎根。那但是这一块是我们最辛苦的，当初就有在发想再有一档所谓的童书展，我们在策展的时候，那也感谢苏小慧立委，所以才很快的我们可以得到文化部的认同。开幕那一天大家都蛮惊讶的，小慧委员在当场细数我们参展的出版社的哪本书是很经典的，他每说一个故事，他能影响到的人，然后他花了时间，他所面对的小朋友是没有选票的。能一定是那一个深入，还有在教育上的一个协助，他就是觉得孩子的未来不能等。他的团队设计了一连串的闯关活动，让孩子亲身的去看去体验，对树林这个地方有更深的认同感。在打仗的时候会升级成为最大粮仓的北台湾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树林。他一直以来这个地点是没有被开发的，他最近才开始被侨委委员把它拿出来，让所有树林区的民众知道说，原来粮仓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从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他就愿意花心思去努力，对，就是让我觉得蛮感动的这样子。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累积下来的，非常的不容易。他真的好努力，很用心，只能说他真的会做事，真的了不起。Hello， 大家好。嗨，我们今天要来示范一个大家端午连假、啊、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啊，就来我们官网玩这款游戏。这款游戏叫做《龙舟竞速尬起来》，跟着巧慧冲冲冲。我们两个要补早餐，谁分数比较高就是豪华早餐。对，豪华早餐，不管要吃什么，来开始。我先想好明天早餐吃什么。我这样看好像大学的时候在丢金，我觉得有点好笑哎。不行哎，换手环不太 OK。9500，9500，845哇！我明天早上九点要吃到，刚刚那是四碗，吃到富豪。刚刚那个专业跟我比一下。我不要了，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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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啦，游戏就是这样子。喜欢的话，请帮我按下小铃铛哦。不是啦，YouTube 不就这样子吗？如果喜欢的话，帮我按赞分享哦。我们 QR code 在这里，在这里哦，后置后置，我们有后置吗？后置后置，这个要帮他弄一个后置，就是 loser 有没有？不要这样子，然后就 一片黑，然后三条线，然后就是有落叶这样飘起来。欢迎大家端午节的时候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阿公阿妈就单挑这个游戏啊，然后你们也可以赌一下吃粽子，你说输几公里吃几颗啊，你现在刚不是要吃1000多颗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下苏巧慧官方网站的内容哦，我们有很多我们这四年来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都写在官网上，官网上是重新上线的，内容非常丰富跟精彩，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样谢谢大家，拜拜。想要有什么样的地方好吃好玩好买，来英哥就对喽。我现在先介绍我们新太原的董事长王文喜董事长，好，还有夫人，好，我们要带各位观众朋友来看看贴花可以做出多好玩多漂亮的产品。我十年前我是在专门的印陶瓷印刷，哎，这个插座是陶瓷做的。以前就像这个插座，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50年哈，光进那边做专利申请，但是啊，你无罗修，你不在嘛，就是在这个年代啊，我投入这个工作，这讲白就是阮较早阮新太原的前身，作土的啊，土里名好了好，名好了好，唔知会当今仔日比作个 king。就是我们平常很多朋友要结婚的时候，会不知道要拿什么当礼物，哎，我觉得这个。很合适，还用一个礼盒哎、啊，包装蛮精致哈。知道董事长这边其实喜欢的是那个体验式经济，独立款，我们还要动手做。啊，这个物件哈，伊、的名字啊，叫右上彩。右上彩，啊、我刚刚讲贴花太白话就对了。啊，这个叫右上彩。好，来，咱来开始做一下。首先进入做哈，爱落去浸水，差不多2分钟。图案非常的多种，啊、这个超可爱的。浸水了后去丢了，哎、欸，可以变成滑动哎，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喜欢的位置。这个这么有名的台湾红花是你设计的哦、喔，那个连总统府都有在送呢。你买很有名，你买设计师啊？我英哥代言人，我怎么能够不认真练习？哦，你看，水啊，刮掉哦，可以服帖了。经过半工的时间，移动大地啊，你才会当起来秀。陶瓷的彩妆师右上彩，大家看到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呢？欢迎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英歌走走，我相信这里的右上彩会让大家得到满满的乐趣。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快乐成长，而且是适性成长，这就是我的理想。如果地不够平就很危险。嗯，对啊，就是地够平，他可以放心这样跑。我是106、107的家长会会长，我是吴正林。我是104的家长会会长吴宗龙。因为灶台哦很暖呐，对，很适合那个运动嘛，会伤关节啊那种。我是第19届家长会长。我是104年度的家长会会长邱明华。光华国小的操场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它会破烂不堪。委员第一个时间听到，他就极力帮我争取。委员这边带着教育局的局长一起来这边做实地的现勘，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如果纯粹我们去申请，可能在5年也下不来。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排水沟的改善的工程，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操场的跑道更新的工程。我们那时候也是在从这个位置面对操场。然后请巧慧委员到操场去跑了一下，让巧慧委员感受到操场不平整的问题。那今天呢，特别带着我们教育局的司长来到树林这边，看看有需要的学校为大家争取经费。当学校有建设的问题，巧慧委员都会很大力的支持学校。操场可以整建的漂漂亮亮，不只是孩子进来这里，也是社区民众，大家可以来有更多好的休闲地方。
前童军团要办活动，他其实是没有场地的。很感谢彩绘委员帮我们争取这个场地。现在是三峡莺歌树里，所有学校的童军团都可以来这边使用，比起以前来好太多了啦。真的要谢谢彩绘委员的帮忙。彩绘委员是个很平易近人、没有距离的一个立法委员，他没有官架子，很亲和。竟然没有距离就能够把他当作是朋友，他就能够帮助你很多问题。他是照顾到整个我们，不管是三峡、莺歌、树林，其实都是我们的福气啊。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快乐成长，而且是适性成长，这就是我苏巧慧我的理想。好学校亲子运动会，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都是你丢的，对不对？对，你看都是他丢的。我赢了。开不开心？开心。那我们比个耶，比个耶，比个耶，比下的，好不好玩？好玩。对着镜头说耶！我们要开始活动了，大伙们啊！大！变做位头头，迄个听真着轻松，对，再来玩啊！对，位遐足轻松。我们这一条，昨天晚上才铺好，你看。多干净的电啊吼电啊下面我都用好九月底十月我是新北市新庄区的光华里里长吕方锦我们光华里电线杆在我们的每一个街道上是非常杂乱的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通通地下化。我是新北市莺歌区南靖里里长吴金定。三鹰桥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啊，咱这车道才两车道，所以连机车、行人拢同一个方向掺咧行，非常的危险。十三年前，人都一直要改革，啊，用的无钱，只有做一部分。这两个三礼拜来办一个会刊吼，就是看迄个围墙要安怎甲补墙。我是新北市树林区树心里里长，我叫张美玲。我是咱树林里吼，诶，里长吼，邱世昌，即块也做台铁宿舍吼。伫咱较早就是治安，啊，搁即个环保的一个足大的一个引流点啦。一直想说把这边改变，变成一个更美丽的地方。那有一天刚好碰到苏巧慧委员来，我就想到说，哎，我铁路宿舍这边哈，如果能够帮个忙的话，就是一件很开心、很完美的事情。咱巧慧委员嘛是有伫咧讲吼，哎，看要安怎来甲争取。委员呢，他也很积极，把他相关单位啊找来，我们有慈济会干，就他一直有追踪，然后一直给我回报，这样我们就促成了这件事情。啊，用一个利弊。做一个公益，对咱这个未来这个里面的生活嘛，真有帮助啦。咱的立委、苏小慧、中央拢有立委去争取，这个经费拢总爱24亿，全部争取啊，做一该做较好，桥顶嘛安全，甲这个交通方便利便，观光客唔才要来。一个立委更加强，佮助理哦，那无较强的，哇，所以整个都要配。小慧委员的主任，国安小姐。大家共同努力，想尽办法，
去跟我们公部门去讨论整个去把它完成的，这个是我们里内让我们光华里里民选我当这个里长最有感的地方。就他真的是很积极很努力，他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事情，团队非常的这个合作，这个执行力是非常的积极，有用心也有努力做很多的事情，年轻有为够轻松，对英国帮助非常的大。大家好像对英哥好像都只有英哥老街啊、陶瓷博物馆或是手拉胚的印象，那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呢？第一天就跟着老板带你一起去。老板现在在干嘛？他们在介绍。有点重要，我不敢拿，我觉得我手在抖。七七都可以了吗？七七好了，他见到了，我在这里，应该不会打扰他。好，来，咱再开始做一个，安尼，我会当用对一个。你用咩？你用白。有打泡住在里面的肉包，然后让观众们看看里面的料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新年快乐，好吗？我们一起说新年快乐，一二三，新年快乐！你自己这么漂亮，我嘴巴都是包子。对不起，我们可以休，我们可以休一下。安尼上镜安尼，好，谢谢哈，感谢感谢。巧慧委员呢，他真的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热心的一个立委。啊，我们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只要跟他讲，他会马上帮我处理。这样，真的是要很谢谢他，真的要很谢谢他。我叫邱建成。我是新北市验光生工会的理事长。106年，我们新北市政府当时在推动长照2.0，来做这一项的敬老眼镜。很多老人家呢，尤其是在偏远地区，他们都不知道说新北市政府有这么好的一个善举。苏委员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帮个忙，把它发扬光大到地方去？金属的，我喜欢像他这样来看的，戴着眼镜还看得到就还好啦。一个人会当哦65岁以上会当配一支免钱的老花眼镜，这是新北市政府用这个好的政策。啊，但是呢，因为目镜行哦较远啦，所以巧慧把这最后一步甲接起来，就是请咱的验光生工会甲目镜行来到大家厝边隔壁，让大家更加方便。我是画眉鸟乐团团长江叶淑琴，也是我们画眉鸟玩乡艺协会的总干事。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以促进健康为主，其实我们的资源真的是有限，你看要煮饭真的是蛮辛苦的。我有跟他讲我们的困难度啦，那他也有答应看有什么办法或者是其他的单位在协助我们这一个区块啦。我可以做见证人跟大家分享说，麦公把行，我们画眉鸟晚香玉在做的共餐
现在人越来越多，多到我都想拿各位的成功案例去跟中央的卫福部说，如果做得特别好、特别棒，人越来越多，这个补助是不是应该多一点？对不对？还有很多路我们要一起。他当选了以后，事实上对我们的乐团也好、据点也好，他也是帮忙了非常多。我们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只要跟他讲，他会马上帮我处理。这样，真的是要很谢谢他。非常感谢，谢谢。要跟苏小慧学习，他做得非常好，我们要跟他加油。他会主动去关心老人家，非常热心，用一个很笑容可掬的方式来回答我们这样子。哎呀，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立委，而且非常专业，非常热心。小慧赞不赞？赞。为大家推出一个全新的节目，就是秋冬进补巧慧煮，我要来介绍大家最好的养生食补料理哦。只要你能够把节目看到最后，回答中间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有精美的赠品赠送给你。那今天呢，我非常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请到我们新北市中药商工会的林俊雄理事长，大家好。还有树三英中医药师联谊会吴玉彤副会长，大家好。我请到两位专家，他要来带领我们认识这个中药材的世界，看怎么补、怎么吃，可以让我们度过一个暖暖的冬天。今天的第一道菜是这个双参汤。双参汤。双参汤的话，本身双参坤宫哦，补气较无遐紧，可是它可以润肺、补气、补胃肠吸收会较好。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小 baby 的时候，也都会听到说，他讲坤宫，坤宫，坤宫了，或者是这样啊，对，坤宫了一定帮干。坤宫那位是帮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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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较累的时候吃这个。对，比较累的时候吃这个。那东洋参的话，一看没下手。双参的意思就是一次两种人参，补气又补肺。那刚才进两行吗？不，还佫有枸杞，还佫有莲子，还佫有这淮山。那要煮一个双参汤，我无爱多贵，加者我再加你去中药行，就讲老板，我要做一个双参汤，请你帮我配料。其实你也去中药店，你甲讲好，老板，恁当上好食。个上好，好听是听好，啊没有，伊就听因在私房药房，每家都不一样，就对了。中药店刚好在的私房药房。啊，你咱来计划买这些神秘的、珍贵的药材，煮起来到底会变成是什么样的好料理呢？让我们来看看。
们的成品在这里，真的很香哎，整个汤很清澈。对，这煮起来吼，囡仔未来咧食真适合，因为清清油味较袂遐重。对，真的真的。它的汤啊，都喝起来过瘾更够味的。好啊，哇肯哎哈，嗯，因为我们要谢谢所有的观众看到了最后，所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双生汤的双生指的是哪两种药材呢？可以留言在下方，我们会选出前五名来赠送我们的精美赠品，就是巧布池。啦啦啦啦，随时都可以量，随时都可以量。哎，对对对对，那个鼻子按下去这边，后你去干嘛？来，会。这个非常的好用，小朋友、妈妈啊，大家都喜欢，爸爸也可以拿来量腰围了，可以让大家秋冬更健康。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秋冬进补巧慧组，补得好不如补得巧，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大家多多来一起进补。赞。我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向我们大英哥地区的各位居民报告，为什么我们的凤林车站等了这么久？它现在到哪里？接下来可能。从2001年到2009年，有机会变成通勤站要盖起来，但被纳入了桃园。那之后呢，就一直停着。我们就努力督促他，是不是能够提出新的计划？那么这3年，2016一直到去年，我们的新计划看起来有眉目了。我们的方向确定，把凤林从桃园的计划再切出来，我们自己来先走先盖。我们在2019年3月的时候去现场会勘，决定要切好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虽然不错了，但它还是我觉得很久。所以我今天带了方案二，所谓的二，临时站先走，但是正式车站继续盖，让我们拼5年内可以在凤林上下车啦。这个临时站的方案，现在我们规划的行程会比刚刚讲的第一个方案再早一点。我的吴局长，我的高通波，你动员起来哈，赶快哈，还大家一个公道。苏巧慧会继续努力，在国会为地方的建设来努力。我们一起等了18年的凤林车站，我们一起拼5年内让凤林有先有临时站，好不好？赶快大动员来拼我地方，不战吧！我们继2周前哦，在这里开了凤林车站说明会之后，今天再一次来现地会刊。那很高兴听到交通部呢及铁道局，他们又提出了新的方法，不但骑程可以再缩短，费用呢也可以再减少。我们很期待，等了这么久，这次真正动起来。等，开始。有一个王子哦，是灰王子。你表演得很好，我念念看好不好？他三个哥哥每天都一直欺负他，却从楼上他的壁炉、他的烟囱里面掉下来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耶。请问你从我家的壁炉上面烟囱掉下来要做什么呢？你可以分我一口你的汤吗？但是你要付钱吗？小仙女说：“我是没有钱啊，但是我可以帮你实现愿望哦，请你实现我最想要的愿望，就是我想要变得非常强壮，非常强壮，让我这个厉害的小仙女来说，喵吉亚卡，沈唐啊，老邱，让他变强壮。”哦，有一个女生从远远的地方出来了，她用最礼貌的方式要问她公车几点来。好，钟响起来了，当魔法解除了，就从大猩猩变成了小王子，他就跑掉了，而且还跑得太快，把裤子牛仔裤都掉掉了。结果公主就觉得说，一定是这个人救了我吧？天哪，这个王子真是太厉害了，我一定要找到他，而且我要嫁给他。你的名字挤来挤去，挤来挤去，哇！真的都穿不下耶。结果这个时候，
瘦瘦的这个就出来了，他一穿，穿得下耶！原来就是你救了我，太棒了！灰王子还有班尼公主就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今天是阿姨第一次讲故事，阿姨讲得好听吗？那我们就是麻油下锅，老家切薄片爆香，然后就可以吃了。哇，就这么简单。所以没有，以新手料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秋冬进补巧慧煮啊，这个最受欢迎的节目了。今天呢，我们一样非常高兴呢，继续邀请到我们素三英中医药联谊会的会长林同庭会长。好，今天既然你这个私房药膳达人在我们现场。一定要带来一个特别的，对不对？对，今天你要带来这个红曲麻油鸡饭，还加了红曲耶，是啊，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红曲在我们中药里面有很好的降血脂、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啊，那红曲刚刚有说到说在酒厂的时候，都用来做酒，做红露酒，那个绍兴酒、黄酒都需要跟绍兴酒。啊，咱树林以前咱就一个酒厂，大概那伫咱的波当进前遐，在寒天的时，咱酒厂拢会发一挂红卡。体恤员工，哎对，体恤员工，哎员工吼，等于厝啊，盐做一挂红曲的料理。员工分红的料啊，其实咱今嘛酒拿最近其实就是我们的红曲文化季，快一点假做些红曲料理，红曲发糕啦，红曲粿啦，萝卜啦，上面拢都可以用红曲啊。啊麻油鸡饭，是爱多些牛仔啊，啊你有甲我介绍一下。拢咩？伊怎来用？是咧，用这个就好。啊，咱的鸡吧，啊甲准备。啊，没有，所以其实这么简单的红曲材料，然后还有糯米，这都分开哪里煮了？来，这么漂亮的厨师隐藏版，来来，那这道菜到底有什么料理的方式吗？那我们就是麻油下锅，老姜切薄片就爆香，然后就可以吃了。哇，就这么简单。所以没有，那我们就要去看看这样煮出来的红曲麻油饭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吃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有特别的味道，所以很适合全家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它没有说什么药的那个味道，而且颜色又变漂亮。这个，然后再烫个青菜，然后配个药膳汤，你看多好啊！哎，对，这个配上个礼拜那个双参汤的话，我这样带便当应该也很好吃呢。身为树林人真好，我们知道有红曲这么好的食材。再次谢谢所有的观众一起跟我们看到最后，所以我们要依循王例，我们要来做有奖征答哦。今天的题目就是红曲是树林名产，那请问当年呢是用来做哪两种酒的发酵物呢？赶快回答，最先的五位我们会送你小礼物巧不迟哦。谢谢大家，欢迎下周再收看，谢谢，拜拜。没错，在哪里呢？
旭宝贝，旭宝贝，旭宝，是旭宝贝。Since that day, I live in a dream. 阿旭来，抱抱。没有，他其实没有过。来，阿旭，宝贝。我们今天是带他来玩，结果自己已经玩到不知道人在哪里，完全没有我们的存在了。要再高吗？要。还要高吗？好像还不累，没关系，我们出发去下一个公园玩。OK, go! 哎，真的，我们现在来到哪里啊？这里是英哥的凤翔公园。怎么会想要来这边？因为这里真的很厉害哦。怎么说？就是在公园里面藏了三只大金鱼。三只？可是我只找到最后的一只。哎，那就等你来现场看看喽。Go!Since the day I live in a dream. I live in a dream. We live in a dream. 好麻烦。一波。这次的小变色任务。笑脸是真无假多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苏巧慧，又到了我们秋冬进补巧慧组的时间啦。那我们要再次哈，很高兴欢迎我们的新北市中药商工会理事长林俊雄林理事长。委员好，委员好。今天给那边来介绍，记得哈，大家都很适合在秋冬的时候进补用，就是我们的川贝敦雪梨，最适合我现在这个要这么大量讲话哦，会烧声，然后会听。你讲讲这个 OK 啊？对，万事 OK 啊？对，来，咱看啦哈，这有两种哈，委员你可以这是益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哈。看起来很像哎、欸，这就是川贝哦。对，这个就是川贝，这个是好的，叫做芦贝，它会清肺化痰退烧。化痰的话就是，咱痰的话，伫气管会感觉讲吼，胸口比较不顺。较袂遐，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这落去的话，伊就会较清气。我妈讲，遮拢失调的，就吃这个，会当让伊较开，然后较开的。咱这水来的话吼，咱一般安尼在食，无这个效果。啊，你落甜的话吼，它会吼把它性转性，会较温一寡，就袂遐冷。那真正你少是来啊，是袂使食的。对。
但是呢，炖过川贝之后，反而就变成是好的药材。对。你今天就是讲，一是盖干丹，就这样两样，两样就好了。好。省钱又好，因为委员像你吼，安尼一天爱讲遐侪话要执行啦吼。对啊。你今麦算去搞啊？对啊。啊，讲话啊，佫吼出来佫再大声的话吼。这拢会用的，所以要说补气，然后把喉咙润开，这样子就可以整个才发声比较好。啊，你我得袂像我爸爸咁乱啊啦。哦，大哥，你可能少年是怎么讲的啦？今麦包进来，我特邓记点头一下。好，那所以我们谢谢我们今天我们俊雄理事长帮我们介绍这个川贝吞雪梨，直接把梨子放到电锅里面，旁边摆上这个川贝就可以了。要炖这拢无功夫，你都照做就好啊。好，好哦，那我们赶快来看看炖起来长什么样子呢？川贝炖雪梨上桌喽！大家看，这个颜色和这个汤的这个清澈度。囡仔较细汉的话吼，拢有法度接受。关键关键哈，这么简单的川贝炖雪梨，谢谢大家，也谢谢理事长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食谱料理。那今天呢，我要测试的是我们的巧铁粉，你们在吗 ？Hello。那我今天要出的问题是。巧慧担任立委这三年以来，帮选区学校争取了许多的硬软体建设，请列举三项，你要列举三项哦。巧慧争取的学校建设，我们选最快的五个。请你在下面留言，我们马抽出来，让大家有最精美的巧布纸。谢谢大家今天再次的收看《秋冬进补巧慧煮》，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介绍的料理，我们下次见喽。那巧慧委员这边成功帮大家争取到的加班列车，大家一定要多多利用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巧办小编 Jenny， 我是巧慧服务处的洪杰。我们今天来到了树林火车站，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02。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呢？因为在地乡亲的心声，就是说上班通勤时间人潮非常拥挤，所以巧慧景台铁协助增开。7:27的82车次莒光号，还有7:49的502车次莒光号。好像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资讯，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搭一下，走。我们现在也来到了树林火车站的大厅，对，在检票处的地方。那它台铁这边也有公告说，我们5月2号开始。每一天加开502的班次是7:49，那它只开放7、8、9节的车厢，那它是停靠第三月台，那它的终点站是台北站。那之后变成观光列车，一路开往东部。那你要在台北站记得下车。那这个7:27、82车次的莒光号，它是5、6、1开车。那过去是不开放乘客用电子票证上车，一定要买票。那经过侨委争取，所以以后可以刷电子票证就可以上车。要有卡，那就不用担心要查票跟补票的问题了。对，变得更便利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站。OK。这样
大家感觉怎么样？我们都有座位坐，那里面也都坐满满的，但是不会有以往的很拥挤推挤的上车。那巧慧委员成功帮大家争取到的加开班次，大家一定要多利用哦。巧办巧编出任务，成功。还有降血脂、降血压。啊，委员，我来报告哈。八阳大地二仙胶，龟鹿二仙，你是西洋，你是龟板、鹿角、人参、枸杞。人讲吼，二仙加食久，你就变铁卡，铁卡，好铁卡啦吼。这老丁吼，伊就会油腻，咱就啉汤、鸡肉较好用。当然吼，黄地鸡、鸡肉嘛一定爱食，因为这鸡肉嘛好食。第一集啊，那个双参汤，买在家。今天还特别给你加这个。秘方已经看到第四集了，跟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守护皇帝鸡端上来是长什么样子，来吧。骨头就好吃，把这包骨头的这个。今天我们这样吃的这个汤
真好啉嘛，真甘。真的，这个甘是来自什么味道？我伊内底有红枣、还有芹嘛，还有枸杞、胡枣，这顶起来汤拢真好啉。不如冬季的话会较冷，食较补心吼、温肾吼，你会较唔惊寒。对对对，你看像我这个都常常是手脚冰冷的，哎，这款的就是这样脚在的这样。龟鹿二仙胶的味道，我不会形容了，这已经在里面了嘛，对不对？在里面了，在里面了这样，那有什么特别的？它会比较浓郁一点，比较浓郁一点。好的龟鹿二仙好比草。不好的龟鹿二仙没有腥味，对不对？腥味就棒。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理事长还有会长哦。那我们一样啊，要感谢各位观众一起收看到最后，所以我们要来做这个小赠品的有奖征答。那今天的题目是，请问坊间盛行的普冬，普冬是指二十四节气的什么时候？是农历的几月几号呢？最先抢答的五位观众朋友，赶快留下你的留言，我们也是要送你精美的巧布纸哦。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秋冬进补巧绘组，欢迎帮我们按赞分享，那我们会继续介绍给大家更多的好菜好食补料理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巧伴游戏王孝全，游戏王，尴尬，游戏王，等一下，欢迎我们今天五位特别来宾。那、啊、你们有什么共同点？共同点都爱巧慧哦。然后今天其实就是邀请他来，要跟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巧慧委员从上任至今，争取了26项、59案，而且这个还是陆续增加中。巧慧是不是棒棒？棒棒！哎，我怎么看到偶像在那尖叫啊？啊！偶像在那尖叫哎！没有了，还会觉得他帅吗？看过我之后再看看他。哎，好，沉默，好，跳过，我接下来玩游戏啊。一样，照惯例，就是一个有奖励，输了有奖励。奖励是什么？奖励就是待会可以吃披萨跟炸鸡。输了就是帮大家整理干净。好 ，OK，OK，、okay, okay, 好。那万一我输了呢？我来。那是我来。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哦，那我们手一起举。哈哈哈哈哈。什么？三二一，开始争，哎，开始争取了，来啊！三二一，开始。啊！啊第四球！耶、yeah! 欸！你最高哎、欸，你好强哦！哇塞！挑战游戏王第一名拍照。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官网，因为过去的这几个游戏都放在我们官网上，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脸书、FB 按赞，还有 IG， 还有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校园体检全更新，成功！校园。这只叫做琪琪，它的耳朵有一只是垂下来的，结果其他的兔子每天都一直笑它。琪琪觉得怎么样？好伤心哦，它一直一直想，到底要怎样我才可以把我的耳朵像别人一样都伸直直？它想好多种方法，它爬到树上去，然后倒吊，它找了一个高高的帽子，干脆就把耳朵藏起来。它把木头背在他的耳朵后面，然后再用胶带把它绑起来，我用绷带把它包起来，拿一个钓竿出来，把我的耳朵吊起来，还用气球把它飞高高。可是他的同学越看越觉得好好笑哦，你怎么都想这么多很笨的方法啊。他又生气又难过，他说，哼，你们等着看吧，等我把那只很糟糕的耳朵切掉。你们希望琪琪把耳朵切掉吗？不希望，对不对？有一个医生就出现了，把琪琪好好的检查了一次哦。琪琪，你的耳朵很好呢，可以笑一下吗？你的耳朵根本都没有问题哦，我们所有的人的耳朵本来就不太一样啊。我的耳朵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他回去的时候，他同学看到他来了，开始想，嘿，琪琪，你不在齁，我们都很想念你的耳朵哎，你那个又可以飞气球，又可以弄钓竿，还可以绑树枝，你的耳朵看起来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花样哎。琪琪，
你的耳朵还可不可以变出新把戏来啊？他说好哦。第二天所有的人看到琪琪，你看胡萝卜掉在前面，嘴巴按一下就可以吃到了，好厉害哦！所有的小兔子就全部都跟琪琪一样，全部把耳朵一边拿出来吊红萝卜，哎，垂耳朵，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兔子耳朵了。今天呢，从琪琪的故事里面啊，就有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和所有的东西，所以才会这么有趣啊，对不对？所以啊，下次我们碰到不一样的时候，先不要急着笑他，我们找他一起去吃冰淇淋，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大家。